下面为大家介绍九合一太空氢氧仪安装及操作。取出大中柱，平面放置左右两侧，拧紧即可。取出两块亚克力板，大孔朝上，小孔朝下。先将小孔亚克力板放置大中柱，取出两根小中柱，置于中间小孔连接处，拧紧即可。取出圆筒配件，将其放置大中柱，将大孔亚克力板放入大中柱，取出剩余螺丝，拧紧两根连接处，取出小圆筒配件，孔位朝上，拧入大中柱，取出十字架、螺母，对准拧紧即可。下面为大家介绍手柄安装。氢氧瓶，加入纯净水即可。由氢氧离子生成器将纯净水分解成氢氧离子，配合水氧清洁手柄，彻底清除毛孔生成污垢。高压注氧手柄，对准插入即可。此手柄给皮肤补充氧气，改善皮肤暗黄现象。高分子水氧笔，对准插入即可。结合爽肤水，以细分子雾化的形式给肌肤补充水分。冷锤，对准插入即可。收缩毛孔，镇静修复受损肌肤，消除红肿敏感效果。超声波手柄，对准插入拧紧即可。配合精华，每秒100至400万次的振动频率，让产品的吸收率达90%以上。微电流正负离子导入手柄，对准插入拧紧即可。配合精华激活细胞，促进吸收。水磨笔水量调节大小，水磨笔水量调节旋钮，往右为调小，往左为调大。铲皮手柄，对准拧紧插入即可。深层清洁皮肤表面污垢和老化角质。滚轮二级微离子手柄，对准插入拧紧即可，紧致面部肌肤，减少细纹产生。负极棒，对准插入拧紧即可。注意，当使用滚轮二级微离子手柄和微电流正负离子手柄时，需让客户手握负极棒。水磨笔，对准插入即可。清洁手柄，彻底清除毛孔污垢，使皮肤通透有光泽。将光氧面罩放置于十字架上，头罩手柄对准插入即可。仪器背面介绍：电源插孔、电源开关、水氧过滤瓶，需倒入纯净水或蒸馏水至第二条刻度线下方。注意，瓶内的水需每天更换，避免过滤氧气时产生异味。灭
变造出氧量，调节旋钮。光量子面罩，音乐 SD 卡，过滤器，沸水瓶。当沸液至瓶身1/3时，需倒掉。下面开始仪器操作，卸装清洁。清洁完毕后，建议使用热喷10分钟，打开毛孔。再根据皮肤挑选一种合适的水膜头，点击水膜笔 A 瓶，深层清洁精华液，清洁面部，适用于中性肌肤 B 瓶，活力水养精华液，用于美白补水C 瓶，纯果酸肽精华液，用于油性肌肤深层清洁软化角质 D 瓶，水养清洁液，用于清洁手柄管道氢氧瓶。氢氧离子水具有弱碱性，容易被人体吸收。强度调节1-4可调，建议2起调，选择 A 瓶。开始进行操作，根据皮肤纹理定点按压操作，必要时亦可短线距离提拉。T 字部位可着重加强，根据顾客所需自行调节出水量大小。全脸操作完毕后，更换清洁头。选择 D 瓶，出水量及吸力大小调最大。点击确认，开始操作。清洗完毕后，更换软胶头。选择 B 瓶，调节适当的吸力大小及出水量，点击开始进行操作。根据皮肤纹理定点按压方式操作。整个过程操作5-8分钟，另一侧操作方法一致。操作完毕后，更换清洁头。点击 D 瓶，出水量及吸力大小调最大。点击确认，点击开始。选用铲皮手柄，点击铲皮，能量1-8可调，连续模式、间断模式，能量起调建议5，
选择连续模式，点击开始。建议使用铲提同时开启热喷，以保持面部湿润。操作时由下至上，由内向外进行操作。注意，操作铲皮时需手握铲皮两侧铁皮。另一侧操作方法一致。操作时间3至5分钟即可。高分子水氧喷雾笔，将爽肤水或生理原水装入喷雾手柄上方小瓶内，点击屏幕，点击开始进行操作。全脸喷雾5至8分钟。操作完毕后，将小瓶清洗干净，用热水装至小瓶内，开启仪器，将瓶内的水喷干为止，以避免喷雾笔堵塞。高压注氧笔，点击屏幕。工作模式：连续模式，间断模式，间断时间更长。点击开始进行操作。根据皮肤纹理贴着皮肤进行操作，操作时间为5至8分钟。滚轮两极微离子手柄，点击屏幕。能量调节1至30可调，建议5起调。连续模式，间断模式，间隔时间更长，选择连续模式，点击开始进行操作。先将客户面部涂抹凝胶，然后将负极棒置于客户手中紧握。根据皮肤纹理向上提升进行操作。全脸操作时间为10至15分钟。冰锤手柄，点击屏幕，点击开始进行操作。面部涂抹精华或凝胶，从下往上向内打圈操作。操作时间为5至8分钟。微电正负离子导入手柄，点击屏幕。能量调节1至30可调，建议5起调。连续模式，间断模式，间断时间更长，选择连续模式。负极导出，正极导入，选择正极。将棉花装入手柄上，
点击开始，进行操作。将负极棒置于客户手中紧握。将准备好的棉棒置入精华液中。沾湿棉片后，由下至上，由内向外提升面部进行操作。全脸操作时间为5至8分钟。超声波手柄，点击屏幕，能量调节1至8可调，建议5起调。连续模式、间断模式，选择连续模式，点击开始进行操作。面部涂抹精华，由下至上，由内向外打圈操作。全脸操作时间5至10分钟。选择光氧面罩，音乐开启键，选择合适的采光，开启氧气，音量调节键大小，点击开始。敷上湿邦医用冷敷贴，建议操作光亮指时，眼睛部位附上纱块，避免灯光直射眼部。取下光亮子面罩，置于客户脸部上方。操作时间为10至15分钟。仪器耗材介绍：纯果双肽水氧精华套盒 ，A 瓶。深层洁面精华液 ，B 瓶活力水氧精华液 ，C 瓶纯果双肽精华液 ，D 瓶水氧清洁液。原液调配比例：先将原液倒入各自瓶中，加入纯净水少许摇匀，然后加入纯净水加满即可。注意，已调配好的原液保质期为7天。水膜笔耗材：水膜软头，水膜硬头。磨砂头、清洁头、高分子喷雾探头。仪器维护：水膜笔清洁。当稀释的原液 A、B、C、D 瓶使用完毕后，装入清洁头，吸力及出水量调最大。点击开始进行操作。
清洁完毕后，将水膜清洁头取下。取出之前使用过的水膜头，用细毛牙刷将污垢刷干净。用生理盐水或酒精浸泡一分钟清洗完毕即可。滚轮两极微离子手柄，铲皮，微电正负离子导入手柄，超声波，冰锤。此手柄使用后用温水沾湿棉布擦拭干净即可。将手柄放置在相应的位置，防止跌落。仪器运出时，需将仪器里面所有水瓶的水放置完毕，避免运输过程中水流至主机。